天学，对不对？见证奇迹的人。哦，干嘛？你要干嘛？这个链子，我的可不可以先？干嘛要切啊？不是，我五年了一个女朋友，没有结婚，没有钱。这个链子我马上卸，冰雪的涨，涨了都对我马上有些结婚。这个石头一看就是新产料，要皮壳没皮壳，要表现没表现。怎么没有表现呢？这个打到杆头我都省了三个亿了。三个亿？对。你看它上面这还有显，都说显一下出高色，但是这个只针对于说老敞口，像这个新产料的，它能进啥呀？表面上有显，切进去一定也是有显的。你不能这么冲动呀，表哥。啊。这个我干倒了，就满满的打的干倒了三个亿了，我相信这个例子冰水的涨。你看这个木层一看就开不出什么东西，要么就不要切，要么你就拿去市场上让他们帮你卖。这个例子冰水的泡涨，这个涨了我马上回去明天要洗风。你真的想好了吗，表哥？想好了，百分之百想好了，我马上去。但是你要知道切这个东西一刀穷一刀富。哎，冰水的涨，冰水的我知道。对，好，走，拿去切。一刀穷一刀富，就看现在机器一响，黄金万两，开切，开切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紧不紧张？冰雪队长，开，冰雪队长，见证奇迹的。走，看到没有？他连整都没有，他这个险进去什么也没有，啥也搞不了。你直接拿回去盖房子打地基吧。以后像这种要表现没表现，要皮壳没皮壳这种料子就不要再玩了，要不然下次就你来找我们两个一起去买。三个月的研究研究，我去过你们店那边没有结婚的话，我点名没有钱的话，千万不要想着说靠玩这个赌石能让你发家，也有可能有人他会玩得中，但是这个几率就像你去中500万的彩票一样，它没有那么容易的。你一定要把这个所有的表现看清楚了，确实它十拿九稳了，你再去做这个事情。这个涨了，我马上回去明天要洗风。